住落嚟咧就到冠亚季军噶咯。首先咧，中学组嘅网上即时新闻组亚军系边间学校啦？有请苏教授。亚军就系佛教黄允田中学。俾啲掌声，亚军嘅队伍啊，佛教黄允田中学。恭喜晒，亚军咧可以获得800蚊影音礼券。系啦，我哋嘅同学仔望住前面嘅摄影师啊。好，再一次多谢同学仔嘅参与，请先咧喺后边稍等一等啊，我哋一阵嚟一张大合照啊。系，接住将会颁发中学录像组嘅亚军得主系佛教黄允田中学。好，俾啲掌声，佛教黄允田中学。嗱，亚军咧系可以获得1200蚊嘅影音礼券噶啊，咁啊，大家再一次俾啲掌声咁多位嘅同学仔啊，望住前面嘅摄影师。非常之出色，多谢你哋嘅美妙音乐啊！跟住落嚟咧，两位阿 Jack 同埋 Ivan 咧就会为我哋颁发咧最踊跃参与学校大奖嘅嗱，大家就听清楚啦，究竟系边一个啦？中学组咧就系佛教黄允田中学。恭喜晒两个组别啊！亦都多谢咧 Ivan 咧为阿 Jack 啦，同埋为我哋揭晓同埋颁奖嘅。多谢你哋嘅参与。呢个奖项咧系计算每个参赛队伍喺两场工作坊采访体验日嘅出席率，得奖者咧就系属于出席率最高嘅学校啦。哇，好厉害啊！睇到大家嘅作品啊，虽然我哋就睇唔到里面啲字，不过咧排版都好有心思嘅。首先请娴姐为我哋宣布咧最佳文笔嘅得奖学校，最佳文笔系文字佛教黄永田中学。佛教黄永田中学，恭喜晒获得最佳文字嘅组别咧，可以获得300蚊嘅影音礼券嘅。咁啊，咁多位同学仔可以企前多少少啊？好，影翻张合照先。企前多少少，系啦，亦都望住我哋前面嘅摄影师。好，恭喜晒黄允田嘅同学咧，都请留一留步啊，因为跟住落嚟颁呢个奖项咧，娴姐请宣布啦，最佳版面设计，得奖嘅学校系最佳版面设计嘅，亦都系佛教黄允田中学。再下一城，恭喜晒！好厉害啊！嗱，从佢哋嘅面上系睇到佢哋真系唔知呢个结果噶吓。咁啊，大家咧可以企前多少少啊。咁啊，亦都咧，娴姐咧再一次鼓励佢哋企前多少少啊吓。哇，连攞两个奖啊！系啊，咁啊，佢哋啊最佳版面设计又可以得到啲咩咧？得到300蚊嘅影音礼券。俾啲掌声啊！我哋两位嘅女同学非常之厉害，恭喜晒！娴姐为我哋宣布咧第13届传媒初体验中学报刊组嘅冠军系边一间咧？好嘢！佛教黄允田中学，哇！连攞3个奖啊，非常之犀利啊！系啦，咁啊，请我哋两位嘅同学仔真系攞都攞唔晒啊！吓，真系两只，即系四只手都攞唔晒，点算咧？哎呀，真系！系，冇办法啦，真系好精彩嘅。咁啊，影影一张合照先啊！佛教黄允田中学嘅代表，我谂你哋嘅老师咧都为你哋嘅自豪啊！冇错，头先娴姐都有讲到啦，哇，我都好中意啊，佢哋嘅设计啊！多谢咁多位同学仔啊！嗱，呢个时候咧，亦都请全部嘅同学仔咧嚟到台前咧影一张大合照嘅，好嘛？获得优异奖嘅两个信封啦！嗱，呢一个咧就厉害咯，琪琪。咁啊，罗兰姐咧会为我哋揭晓中学组创意媒体大奖嘅，咁系边一间咧？罗兰姐，报刊组佛教黄允田中学，佛教黄允田中学，同学仔 yes 咗一声啊，系啊，好开心啊，即刻。其实咧，头先攞过奖噶咯，嗰个攞过好多奖，证明咗佢哋真系好出色啊，系咪啊，罗兰姐？好犀利，系啊，咁啊嗱，攞埋。非常之厉害啊！好值得欣赏嘅年轻人啊！相信佢哋将来一定系好出色嘅传媒人啦、啊。根据评判嘅评语咧，佛教黄允田中学嘅作品咧，能够以多角度分析到跨代共融呢个议题，令到佢哋得到好多奖，加埋呢一个大奖啦。系啦，我哋企前少少啊！影完相之后咧，请黄允田中学嘅同学仔咧留步噶，因为最紧张嘅时刻就到啦吓，请咧你哋留步啊吓，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将会咧准备颁发终极大奖啦，各位同学仔，罗兰姐，
罗兰姐真系好活泼啊！罗兰姐，罗兰姐，会唔会嗌下自己嘅学校名啊？各位，系罗兰姐，睇下边间学校可以得奖？系罗兰姐，我支麦喺度。M C 跨代，跨代共融，共融大奖得主系报刊组佛教。黄允田中学又再下一城啦！我哋嘅摄影师同埋老师咧，都想为你哋影一翻张，想留念嘅。恭喜晒佛教黄允田中学嘅同学获得第十三届传媒初体验之跨代共融嘅全场总冠军，跨代共融大奖，几个奖啊？全部都系精英中嘅精英啊！得奖嘅人。俾啲掌声佢哋好嘛？咁多位，恭喜晒，多谢两位颁奖啊 ，Vincent 同埋罗兰姐，唔该晒。